上拼多多，点击百亿补贴，正品大牌限时抢购。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。快乐大本营22岁啦！祝快乐大本营22岁生日快乐！时光飞逝，22岁的本本，转眼也到了找工作的年纪。拜拜。如何能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？这次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职场奥秘吧。笔试环节，他们小试牛刀。最想应聘的职业是什么？服务员。生活制片。Cool。当你的方案第88次被老板驳回，那能怎么办？也不能不干了吧？爱谁谁，我又不会了，咋的吧？咋的吧？ Cool。小月月，你的心情是？不要把太大的压力给孩子。职场情商问答，他们会如何化解？老板意味深长地跟你说，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？你不盯着工作，你盯着我干嘛？忙你的去！你最近压力好大呀，何老师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一到职场你就变了一个人。谁能把娜姐拉下马？加油加油！